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系统总结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撰写出了《伤寒杂病论》一书。该书融理、法、方、药于一体，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尊称为医圣。唐宋以后，《伤寒杂病论》分为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大家好，我们上课。我们上次课的最后谈到了大青龙汤这张方子是发寒力量最强的一张方子。那么一旦吃了第一次以后，如果已经出了汗了，即使病情有轻度的反复，也不要再用。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前辈，这个在好些年前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是讲《伤寒论》的，那么你就在讲《伤寒论》的过程中遇到大青龙汤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大家，只要出了一次汗了，不要再给他用大青龙汤。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呢，在南方行医，那么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发烧、身痛、胸闷、烦躁，请他去看病，他觉得这是个典型的大青龙汤的适应症，那么就开了一副大青龙汤，而且特别告诉他吃完了出了汗了之后就不要再吃了。这是上午看的病。下午呢，因为南方的那个时候个体行医啊，总是出诊嘛，出诊回来之后，那么就路过他那个亲戚的那个家门口，看那个亲戚呢端着藤椅在他的房子外面坐着乘凉的，说你怎么样啊，烧退了没有？他说呀，吃了你的药真好，出了一身大汗，现在胸也不怎么闷了，心也不那么烦了，哎，那么好像也不怎么发烧了，说你放心吧。他说那你就不要再吃第二次了，说我已经把药渣子倒了。这是下午的事情。到了半夜的时候，那么这个医生啊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把他惊醒了，开门一看呢，是那个病人的妻子。那个病人的妻子非常惊慌，说这个你快去看看吧，说怎么回事呢？说到了晚上呢，他又有点发烧，又有点心烦，特别可惜把那个药倒掉，然后他就非得让我拿着这个药呢，再到拿着这个药方子呢，再到镇上去抓药。我到那个药店抓药，那个药店说你瞧瞧，这不是王先生已经，你上午已经抓了药了吗？王先生只说一副啊，没有他的签字啊，那我不能再给他抓药。你看那个时候这个药店是对病人负责，没有医生的签字我不能再给他抓药。要是现在你想抓一百户他都给你抓给你啊。那么后来呢，他没有办法，他又托一个亲戚到另外一个药店走后门抓了一副药回去了，回去煮上药就吃，吃完了没想到就大汗淋漓不止，说现在呢手脚也凉了，眼睛又不睁了，话也不能说了，你快去看看。我们这位年轻的大夫心里知道大事不好，那个时候是大概30年代，输液的技术传入中国不多久，他自己还不会，他的一个朋友是学西医的，那会输液，赶快把那个朋友在半夜也把他叫起来，两个人一块带着输液瓶子上这个病人家里，到那一看脉也摸不到了啊，那么然后就输液呢，血管也全瘪了，王阴脱水啊，血压下降啊，那么液体就没有扎进去，他们两个也不会静脉切开，那个时候也不知道静脉切开这个技术，这个病人就这样死掉了。所以我们这位老前辈就以这个例子告诉我说，真正的是大青龙汤症，吃了一次，哎，出了汗了，即使病情有所反复，也不要再用大青龙汤。这个有一年夏天，我北京太热，我就到外地啊，一个非常凉快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北京今年夏天都说是桑拿天的时候，我就是在那个外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晚上还要盖被子，就非常凉快了。那个地方呢在修大桥，修桥呢他就挖一个桥基，这个桥基挖得很深很大，没想到一下雨呢桥基一下灌满了水，他那个工地管理不严，这个暑假这小学生啊放假有好多这孩子就在工地玩，下了雨那路特别滑，一个小孩一下子就给滑到这个坑里了，滑到坑里了呢就给淹死了，所以那个修桥的这些工人嘛纷纷的潜水捞这个孩子。
这个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工人呢，多次潜水，他潜水技术好，最终呢把这个孩子的尸体给捞上来了。没想到这个工人到了这天夜里，就是寒战，上牙咬下牙，全身战栗。那么几个工人摁都摁不住，摁的那个床都颤，是他们跟我说的。随后就烦躁，最后就发烧，就烦躁，赶快送到县医院。送到县医院呢，他就把这个胸啊都给挠破了，烦躁到这个地步。那么到县医院呢，县医院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已经是后半夜的事情了，说怎么来这么一个病人呢？然后这些年轻的工人呢，他们都没有更多的文化，心里呢都有一种非常害怕的感觉，说这个白天的时候淹死一个小弟弟，这恐怕是小弟弟嫌路上寂寞，一定要拉这个大哥哥走。所以给医生就是这么说，这些医生呢也弄得很紧张，说怎么这么烦躁，就给他输液，输上液他就拔掉，喊叫啊，就是这么一个状况。然后呢，我就住在医院旁边的那个招待所里，那个医院的院长和我很熟，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他把我给叫起来，说你去北京来的大夫，你经得多见得广，你看看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发烧是40度左右，那么脉搏非常快，你摸脉他，啊，他身上还在哆嗦。那么他们又给我复述了片的情况，我心里觉得这是个大叶肺炎的早期，我说这是个典型的大青龙汤症，身上一点汗都没有，高热，胸闷，烦躁。不汗出而烦躁，大青龙汤主之。我那是用麻黄最多的一次30克，啊，好不容易逮住这么个症状。我为什么不怕他出汗太多呀？他在医院里头，他能输液呀，你怕他干什么？我也不用准备炒热的米粉，啊。我说，你们现在准备输液哈，啊，我就给他弄这个方子，麻黄30克，桂枝大概也就是10克吧，其他的药都是一般的。哎，石膏我倒用了20克，石膏用了20克。那么很快熬好了药，熬了20分钟吧，这个熬好了药就给他喝上，我就在旁边看着喝药。喝完药了就拿热水来喝，因为那个药不是很苦嘛，就拿喝热水。这个热水喝完了多半杯，脑门开始冒汗，随后这大汗就淋漓。所以你看大青龙汤方后，他说没有说温服，取微四汗，汗出多者温粉粉之，他说没说温服，没有说，不用盖被子汗就出来了。所以说经方用之得当，效如腹鼓，就是鼓槌打下去就有声，就是这样的，敷杯而愈，那杯子还没扣下呢，哎，汗就出来了，他就不烦了，他就能够躺在那儿了。我给西医大夫说赶快输液，那么马上就能扎上就输液，哎，这就安静下来了，接着输液，接着用抗菌素。这个肺炎本来要继续发下去的话，肯定会有肺实变的体征。哎，就这样及时的治疗，就截断了病程。这个人就住了大概有5-6天院吧，他就出院了。最后什么也没诊断，啊，如果要不治疗的话，那肯定发展就是个大叶肺炎，就是这样的截断的病程。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遇到这种症候，那么你就可以用大青龙汤来治疗，并不是那么特别让人害怕的。我们现在接着看38条的后半条，我们刚才只是讲的38条的前半条，讲的大青龙汤的临床应用，后半条脉微弱，汗出无风者，不可服之，服之则厥逆，筋涕肉顺，此为逆也。脉微，啊，微我们已经提到了，微者薄也。由于阳气虚，鼓动无力，脉搏搏动的幅度很弱啊，搏动的幅度很小，所以摸起来这个脉非常薄，就是我上次课提到的，轻轻摸摸不到，稍稍的用力一按，把那血管又硬瘪摁瘪了，它没有力量搏动，你还是摸不着。所以摸这个微脉的时候，你就说在浮中人之间仔细琢磨，能够微微的摸到一点搏动。这个有一次，那个时候我在东直门医院急诊室。急诊室呢，一个病人呢，他就有这个血压偏低，就有一种休克的倾向，所以我就让实习的同学呢，随时观察他的脉搏。我们有一个同学不知道出去干什么去了，回来匆匆忙忙的往这一摸，没摸到，往下一按还是没有，他就大喊：“老师，没脉了！”然后那个家属腾一下就站起来了，那我那一下就站起来了，因为没脉不就是没有血压了吗？我到跟前一摸，还是有啊，还是有。我说你再仔细摸。所以我就体会这个微脉啊，轻轻的一摸摸不到，你就容易着急，一着急往下一摁呢，还是摸不到，
那么对年轻的孩子，对急躁的大夫来说，哎呦，这是没有脉了，他会喊出这样的话的。所以微脉就是这样来摸，在浮中沉之间仔细去捉摸它，用劲儿多了把血管摁住了，它也摸不到；用劲儿轻了，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个脉搏没有那么大的搏动力量，它还是摸不到。这是阳虚的一种表现。所以古人说微者薄也，脉既微且弱，这是真阳虚衰。汗出是阳不摄阴，阳气不能摄阴。这个恶风，这个怕冷，是表阳不足，温煦失思。这样一组症候，为什么还要和大青龙汤适应症、不汗出而烦躁，那不是在差别上有天壤之别吗？怎么能够会误用大青龙汤呢？问题是肾阳虚衰的症候，阴寒必然内盛，弱阳勉强和阴寒相争，争而不胜的时候，它会有躁烦。哎，这叫阳虚有躁烦，是一个肢体躁动不宁的人，你就很容易和寒邪闭表、阳郁化热、郁热扰心的不汗出而烦躁的症候相混淆啊。所以后面提的是一个阳虚的躁烦，我们刚才上次课说过，哎，真阳虚衰，弱阳勉强和阴寒相争，但是争而不胜，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表现了肢体躁动不宁啊，它不是因为心烦才躁动，而是机体的一种阳气和阴寒争而不胜的这种病理反应。所以这种躁动和阳盛的那种烦躁在临床表面现象上相类似。所以在大青龙汤适应症的条文里头，它要和阳虚的躁动的症候、躁动不宁的症候要注意鉴别，这两个症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都是有一个有烦躁，一个有躁动，如果一个肾阳虚衰的躁动不宁的症候误用了大青龙汤，那你想想是什么结果？那么就会出汗太多，伤阳耗液，阴阳两伤，筋肉失温失养，那就出现了四肢厥逆、筋肉跳动。四肢厥逆是真阳进一步虚衰造成的，筋肉跳动是肌肉失去了阴液的濡润，也失去了阳气的温养所造成的。此为逆也，说这就是非常错误的治疗啊，这就是非常错误的治疗。那么这就是38条所要讲的内容。那么对于39条来说，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实，无少阴症者，大青龙汤发之。伤寒脉浮是邪在表，脉缓主湿邪啊。那么这个脉缓是中风的那个缓呢，还是湿盛的那个缓呢？那么从后面的症状来看，身不疼但重啊，身不疼但重，这是湿邪重的一种表现。因此这是湿郁积表。那么为什么身重还有偶尔有轻的时候呢？这是湿邪郁向里的一种倾向，湿郁向里，湿入里，体表没有湿了，它体这个身重可以减轻，但是呢这个湿邪并没有持续入里，仍然是在积表。所以这是一个湿郁积表的症候。那么湿郁积表可以用发汗的方法来治疗啊。那发汗为什么用大青龙汤呢？那一定是湿郁积表，阳郁化热，郁热扰心，有烦躁。不过这个条文里头他没直接把烦躁点出来，但是他也说了什么呢？无少阴症者，让你和少阴病相鉴别。为什么要和少阴病相鉴别？我们刚才说了，少阴病有躁烦，少阴真阳虚衰，弱阳勉强和阴寒相争，争而不胜的时候，它可以有躁烦。那么少阴病有躁烦，现在这里讲的湿郁积表要和它鉴别的话，言外之意它的适应症应当是有不汗出而烦躁，有不汗出而烦躁。
这个不汗出是湿郁积表造成的，这个烦躁是阳郁化热、郁热扰心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伤寒》界的前辈经常说，读《伤寒论》的时候要与无字句处读之。你看这里都并没有说烦躁，但是他提出了和少阴病相鉴别，那就提示他主症一定有烦躁，而且是不汗出而烦躁，只不过这个不汗出是湿郁积表所造成的，用大青龙汤发之。好，这就是大青龙汤适应症的第二个适应症。当然对于39条的解释，诸家认识也不一样，我的这个解释呢啊，作为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伤寒兼症的第三个方症是小青龙汤症。小青龙汤适应症的原文见于第40条和第41条。打开讲义第36页，看原文第四十条。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这是这一条病机所在。伤寒表不解是指的有寒邪闭表。有寒邪闭表。心下有水气是指的心下未脘部平素就有水饮邪气内流。心下未就是指的未脘部平素就有水饮邪气内流。这一条开头这两句话就是它的基本病机所在，外有表寒，内有水饮。这就是它的基本病机啊，外有表寒，内有水饮。那么底下有三个主症，干呕、发热、耳咳，那么最后霍喘，这是三个主症。干呕、发热、耳咳、霍喘。那么干呕是水邪犯胃、胃气上逆所造成的，水邪犯胃、胃气上逆所造成的，这是它的第一个主症啊，里有水，水邪犯胃、胃气上逆。那么发热是外有表邪所造成的，这是它第二个主症。咳或者喘是小青龙汤适应症中最最主要的主症，那么它的病机是外寒引动内引，内外和谐。内外和谐这种话是住家经常说的话，就是内里的邪气和外来的邪气相合，内里是水邪，外来的是寒邪，所以合起来就是水寒。水寒摄肺，这都是用的传统的住家的语言啊，水寒摄肺，结果就导致肺室宣降，而出现了咳喘。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咳喘的病人，你怎么判断这个咳喘是水寒摄肺，那个咳喘是痰热阻肺，这个咳喘是邪热壅肺，那个咳喘是风寒闭肺，你怎么去判断？我们常常以观察痰来判断。对于水寒摄肺的这种咳喘，它常常是咳吐大量的白色泡沫痰，吐在痰盂里之后全化成了水，落盂成水啊，痰吐出来是沫，吐到痰盂里头呢，哎，几乎全是水。所以你到病房也罢，到他的家里也罢，医生呢要观察病人的分泌物嘛，看他的痰嘛，哎，是黄痰呢还是白痰？你一看，半痰桶水一样的东西上面有些泡沫，
你问他，你这个痰桶里原来有水吗？他说原来就是一点点水。那么这个痰是多长时间吐的呢？就是一早晨就吐了这么多的东西。那你看到这样的痰，你就可以说了，这就是寒饮摄肺，水寒摄肺的一种现象。这是我们从观察痰来说，符合这样特征的是寒饮摄肺。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大量的白色泡沫痰呢？秋燥的咳嗽有时候也吐白色泡沫痰，但是秋燥的那个咳嗽吐的那个白色泡沫痰量特别少，甚至有时候就是嘴里都有点白泡沫，它吐不出来。即使能够吐出来的话，它落地就蒸发，吐到痰盂里。你比方说痰盂里头它没放水，你吐的痰呢一看没了，挥发的很快，那是燥痰，那就是清燥救肺痰症。而吐大量的白色泡沫痰的，而落到痰盂里成了大量的水的，这是水寒摄肺的，啊，痰饮犯肺的一种表现。从望诊的角度来说，那么这种病人呢，哎，常常可以面部胖肿，啊，面部胖肿，一看，特别是眼睑也肿，脸上虚胖。那么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水气。老年人咳嗽喘，一遇寒冷就发作，吐大量的白色泡沫痰，一进屋往那一坐，你看那眼睛肿的就剩一条缝了，那么脸上呢也是一种胖肿的状态，这是水气盛的一种表现。有的病人面色黧黑，就是黑黄黑黄的一种颜色，那么这属于水色。在五行中，颜色是分属于五行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当我们见到面部很黑的这种颜色的时候，那这是也提示了这个人体内水邪盛，水气盛。有的人可以看到面部色素增多，啊，脸上一般啊一块一块的都是色素，或者把它叫做色素沉着，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水斑。在望诊上遇到这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是判断水饮内盛的一个望诊依据之一。而这种病遇到寒冷、遇到感冒就发作，我们就可以基本断定这是个寒饮摄肺的病变。这是它的三个主症。由于水饮邪气是变动不居的，水是流的呀，所以体内有水邪，它就常常随着这个三焦的气机的升降出入而随处为患。因此小青龙汤的适应症中，除了干呕发热而咳喘这三个主症之外，常常因为水邪所到的地方而出现许多霍见症。这个霍见症就是有的人可能见到这个症状，有的人可能见到那个症状。或渴，这是因为水饮内停，津液不化。水饮内停，津液不化，津液不化，它津液就不足啊，它不能够把这种水饮正常的代谢为变化为津液，所以它的津液就不足，因此它就有口渴。或痢，这是水寒邪气侵自肠道，啊，侵自水寒邪气侵自肠道，就会出现下痢。或噎，那么这是水寒邪气阻滞
胸中气机，憋是病人一个自觉症状，他感到啊胸部滞涩不利的一种表现。这是水寒邪气阻滞胸中气机。或小便不利少腹满，这是水邪下流膀胱，水邪下流膀胱，那么导致膀胱气化的失司，膀胱气化的不利，就出现了小便不利、小便少，出现了少腹满。这样的一个症候，归纳它的病机，就是开头那两句话：外有表寒，内有水饮。水治疗用小青龙汤，外散表寒，内化水饮。小青龙汤这张方子，在药物组成上，我们要特别注意，有三个药的联合应用。那么这三个药就是干姜、细辛、五味子。这三个药联合应用，细辛是散的，五味子是收的，干姜是温化胸中寒饮的。对肺家有寒饮的咳喘，仲景经常用到它。啊，对肺家有寒饮的咳喘，张仲景经常用到它。所以我们要用小青龙汤的时候，要注意这三个药的联合应用。肺本来有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宣发是一种散的运动，肃降是一种收和降的运动。这个肃就是收，啊，和那个宣是相对应的。所以在用药上，用散的细辛，用收的五味子，是为了调整肺的功能。再加上用干姜温化太阴的寒饮来治本，所以仲景凡是肺加寒饮的这种咳喘，都特别注意用这三个药。这是我们在学经方的时候应当注意的。小青龙汤这张方子，麻黄、细辛、干姜、桂枝，还有半夏同用，应当说辛温燥烈有余。那么虽然他用了芍药，用了五味子，可以敛肺，可以护营，但是这个方子不能够常吃啊，这个方子不能够常吃。为什么？常吃就容易伤阴，容易动血。所以只有在寒饮摄肺、咳喘急性发作的时候，你给它用上两副、用上三副、用上五副，咳喘急性发作缓解了，那就不要再用了。但是它肯定体内的寒饮之邪，不可能就是你用了这三四副药以后，那么它就好了。它的急性咳喘的急性发作缓解了，那么这种体内的寒饮应当继续用什么方子来治疗呢？应当继续用苓桂剂来善后。苓桂剂就是以茯苓和桂枝为主要药物的一类方剂，像苓桂竹甘汤、苓桂姜甘汤、苓桂枣甘汤这类的方剂。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对水寒摄肺的咳喘急性发作，小青龙汤不要用的太多，你不能给病人一开开上十四副。我们临床就有的人不大注意这个问题，结果病人吃的呢，哎，咳喘是好多了，结果鼻子出现了鼻衄，这个鼻衄就不是衄解的问题，而是辛温燥烈的药用的太时间太长，造成了伤阴动血的问题。啊，这是在用小青龙汤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小青龙汤方后呢，也有根据霍建症的不同进行了加减，这些加减我们在课堂上不详细的讲，因为作为一个本科生来说，应当有一定的自学能力，那么大家要把这个小青龙汤方后根据霍建症的不同，那么进行适当的加减的这一小段话
仔细看一看，那么进一步来了解或者说来熟悉张仲景啊怎么样灵活加减的使用小青龙汤的这个技术这个技巧。以上我们在太阳病篇一共讲了几个发汗的方子，麻黄汤、桂枝汤、葛根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讲了五个发汗的方子。那么这五个发汗的方子它们都有发汗的作用，但是它们的治法同中有异。你比方说麻黄汤在发表之中兼有宣肺平喘的功效，这是麻黄汤的特点啊。桂枝汤在发汗解表之中兼有养阴敛营的作用，而葛根汤在发表之中兼有生津疏经的效果。生津是生啊，生起来的生，津液生津液，疏是疏通的通，疏通的疏，生津疏通疏经。生津疏经，生津这个疏应当写这个疏吧，对，有生津液疏经络的作用，这是葛根汤在发表之中兼有生津疏经的功效。大青龙汤在发表之中兼有清热除烦的作用啊，大青龙汤在发表之中兼有清热除烦的作用。小青龙汤在发表之中兼有温化水饮的功效，兼有温化水饮的功效。这是这五个解表方，这五个发汗方他们的不同的地方，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另外大青龙汤和小青龙汤这两个方子是对欧统一的一对方子，都以青龙来命名。那么大青龙汤它的适应症是外有表寒里有郁热，也就是外有寒里有火。小青龙汤的适应症呢是外有表寒里有水饮，也就是说外有寒里有水，水和火是相对的啊，水和火是相对的。所以大小青龙都以青龙来命名，大青龙汤治疗外有寒而里有火，小青龙汤治疗外有寒而里有水，水火是相对的。但是用大青龙汤这个病人必须有寒邪闭表或者湿邪郁表，必须有表闭，用大青龙汤主要目的是发汗，没有表闭就不能用大青龙。可是小青龙汤就不同了，小青龙汤主要作用是化饮，主要作用是化饮，没有表症也可以用。所以我们学完这一段既应当注意五个发汗方之间的同中有异，也要注意大小青龙汤它们适应症它们病机之间的同中有异。小青龙汤适应症还有一条，就是第41条，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可，服汤以咳者，此寒气郁结也，青龙小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主之这句话应当接在发热不可的后面，这就是我们几次遇到的这种特殊的现象，就是张仲景啊总是把方子放在条文的最后，这便于接下去写方药组成。因此呢要把喝了药以后的这种情况或者病机的这种补充说明就放在了这个句子的中间，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在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这条伤寒是外有表寒，心下有水气是内有水饮，所以一开头也点明了外有表寒内有水饮的这种基本病机。咳而微喘是寒饮摄肺，水寒摄肺，肺是宣降所造成的，这个我们在第四十条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个发热是外有表邪，表邪不解的表现，这个不可。前面第四十条是或可，这一条说是不可。这个不可的病机是什么？这是寒饮内盛，阳气不运啊，寒饮内盛，阳气不运，不能够消水。你看寒饮也盛，阳气也不能够运化，它不能够消水，人体不能够消水的话，它口就不渴，口淡不渴。寒饮内盛，阳气不运，不能够消水，不能够消耗水也，它就不渴。实际人口渴也罢，饿也罢，是机体在缺津液的时候，在缺食的时候一种本能反应。当这个机体啊，它不能够运化水的时候，它就没有口渴的这种欲望，所以这个不渴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用小青龙汤来治疗，吃了小青龙汤以后，敷汤以吃了小青龙汤以后，这个口渴是怎么回事呢？寒饮得以温化，津液一时不足，因为用了阳热药了，阳热药本身它就有伤津有耗液的一种副作用啊，津液一时不足，所以它有口渴的感觉。但是见到这种情况，那就提示了这是寒饮去邪气将要解的一种表现。所以渴不渴和敷汤已渴，我们是动态的观察，而不是固定的教条的来讨论一个症状的病机，我们动态的观察。所以前面有口渴，那是津液不化，脏腑湿润的表现，吃了小青龙汤以后，那么津液能够化了，津液能够输布了，水饮能够化了，津液能够输布了，口渴就会缓解。对于原来口淡不渴的，这是阳气不能微运，寒饮内盛，不能消水的一种表现。吃了小青龙汤以后呢，寒饮化了，阳气得以通达，能够温运了，再加上一时用了辛温的药，津液也有点不足，所以它有口渴了。那么这倒是病情好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此寒气郁结也。这样的话，小青龙汤适应症这两条我们就都谈完了。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四十条的或可、四十一条的不可和敷汤已可这三个症状之间病机的区别，因为我们考试的题库里啊就有这道题，注意它的病机的区别。这个小青龙汤今天在临床上是经常用的一个温化寒饮的方剂，对于老年性慢性支气管哮喘、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在它的急性发作期，里热不是明显，而是纯寒饮摄肺的时候，用它有很好的疗效。那么还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就是急性期发作的时候，用上三副五副。咳喘急性发作平息了，就不要持续用。这是我们说的一个临床应用。另外，我们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小青龙汤里头有细辛，细辛用了多少？用了三两，一两是15克，三两是45克，这是几次治疗量？主取3升，去渍温敷1升，这是3次治疗量。因此细菌一次治疗量就是15克。可是我们今天的药房有一个陈旧的观点，说细菌不过钱，你开细菌要超过3克，他非得重新让你签字不可。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怎么认识？应当说细菌不过钱，在最早的时候它是指的细菌作为散剂吃，不可以过钱。那么这个话原来本来是出自于南宋的
陈诚的《本草别说》，但是这本书已经丢失了，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正类本草》。他引别说的话，他说：“别说云，细心若单用墨，不可过半钱币。”你看，他说不可过半钱币，他还不是说的不过钱啊。多及气闷，气闷色不通者死。《本草纲目》引用了陈诚的话说：“细心若单用墨，不可过一钱。”你看，《本草纲目》就给他改了。不知道《本草纲目》看的是哪个本子？他说：“细心若单用墨，不可过一钱；多则气闷色不通者死。”所以，细心不过钱，大概就出自于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细心不过钱之说，就是这么来的。但是现在我们汤记，要是说小青龙汤证，你用上三克的细心，没有效果。麻黄附子细心汤证，你用三克的细心也没有效果，用量太少了，特别是做汤剂用量太少了。小青龙汤适应症啊，就用十克用十五克有的是。我们的阜外医院是一个心脏病的专科医院，那么有些冠心病的病人窦方结功能低下，然后出现了心动过缓，叫做病胎窦方结什么综合征，病窦综合征吧，哎，病窦综合征。那么心动过缓呢，西医大夫就要给他做起搏器了，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方法。问题是有的人他不适合做起搏器，比方说严重的糖尿病容易并发感染，只要有一个创口的话就不容易愈合，因为严重的糖尿病的病人他这个血液循环很差，创口很不容易愈合，所以那你再给他做什么手术呀，做什么装起搏器呀，哎，这个医生就很胆怯，就不能做。不能做的话，我们阜外医院的那个中医科就用麻黄细心附子汤这类的助阳的、哎、温阳的散寒的这些药物来治疗病窦综合征。他们用细心用到多少呢？要做汤剂，细心应当在十克以上，三十克以下，这要看具体的体质了。你如果用的没把握的话，你从小量开始。关于太阳病篇中风部分，我们讲了桂枝汤的适应症、桂枝汤的使用禁忌症和桂枝汤的加减应用举例。那么伤寒部分，我们讲了麻黄汤的适应症、麻黄汤的使用禁忌和伤寒兼症的治疗。应当说太阳表症这一部分我们就基本谈完了。那么可是在临床上啊，我们以前讲的这些内容，中风有汗禁用麻黄汤，这是可想而知的。典型的单纯的伤寒表实症禁用桂枝汤，这也是张仲景特别提出来长须至此勿令勿也，这也是非常严格的。似乎中风和伤寒之间，有汗和无汗之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可是在临床上我们还会遇到另外一种中间情况，表有寒邪必愈，寒邪重不重呢？寒邪不重，病程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营卫之气已经有所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用桂枝汤吧，再表有寒邪必愈，还没有汗，你说怎么呢？怎么办？用桂枝汤不合适。你说用麻黄汤吧，可是营卫之气已经有所不足，你还敢用麻黄汤来纯心肺去发汗吗？又不敢。所以这在医生，这对医生来说就是进退两难，这就是一种难治的病。但是张仲景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方法，就是桂枝汤和麻黄汤两个方子合起来，只不过减少它的剂量，就可以解决这种疑难。他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们下次课再讲。